猴子在跟我们挥手告别的，拜拜，猴子。你看，这都先来的，那对呀、啊，加了点排队的，哦、列队的。哎呀，二锅头拿了吧，别把酒落在这儿，一会儿猴子全部都喝醉了。我们现在要去探险了，刚才松鼠爬上去，然后他看见一只猪，对视了一下，然后他就跑了。山猪，这个岛上为什么会有山猪呢？也是人放生的呀？自己游来的啊？他自己游来的。山猪自个儿游过来？啊，对，从哪里游过来？从冰岛。啊，来，我们在这里，这样，这里。哎呦，好家伙的！真的，我上去看到一只。啊。我得把鞋脱在这儿，不成，穿上那鞋太滑了。啊，来，从这边，别撒开了。啊，没上面，不会被冲走吧？这，今天就是这个鞋，该带的全都带了。我昨天写了一张纸，就是都是要带的东西，结果就这鞋忘了。松鼠说前头有一个山洞，以前呢是日本人放什么放战略物资的。然后那个没准还有金银珠宝，找一箱手榴弹也行。嗯，所以我这光脚很不适应。对呀，我这不适应，不管反正要健康。这慢慢走，慢慢走了，光脚不行。像那边石头。奇形怪状，什么人做的？嗯，走吧。对，哇，够力啊！我这个第一次光脚走这么远，看，现在我们已经走到这个葫芦岛的另一侧了。这是岛的另一侧，这个有很多非常尖的石头，还有树杈，确实扎脚。但是没办法，我不穿那个拖鞋，它特别的滑，所以鞋只能放在那儿。哎呀，这边更脏，这边怎么这么多垃圾呀？啊，对。你说这些人来了，他走的时候他不把垃圾带走？对，垃圾岛。垃圾岛。全部都是塑料瓶，天哪！这是海水冲上来的，还是说就是扔在这边的？哎，这应该是冲上来的，是吧？这边有的是鞋，先踩上。我操，这个实在是扎脚，就一只。这个不会扎脚了，这个不会扎脚了。就一只啊，这儿还有。那个一根。再扯。正好一下一只，不，这不行，真的扎脚。对，但是我那个鞋又特别滑。哇，这些石头上都是海水冲刷的痕迹啊！我给你也找两只鞋吧。那儿还有。哎呀，管用！你这个石头它太那个什么了。等一下，刚才我看这边还有鞋呢。你打它，一只也好啊。哎，这只是坏的。没有了。这是小孩的。坏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就
就这两只让我给穿上。这是光脚跳。这要穿着我的那个登山鞋就没问题了。这个岩石你看它被海水冲刷过，它很尖，所以会扎脚。要不然你回去吧，松鼠，你告诉我那山洞在哪儿，我自个儿去得了，省得万一要找着东西咱俩还不好分。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走了吗？这松鼠眼尖啊，又看到一个鲍鱼，大鲍鱼，特别大，跟手掌那么大，看到了吗？在那个石头上。但是问题是这下不去呀，这个好大呀。松鼠从那边下去了，从那边下去去捡那个大鲍鱼去了。哎呀，小心啊，小心。还没穿鞋，可以吗？过不去，过不去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松鼠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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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不去，算了，过不去。对啊，看看就好了。没事，咱们看看就行了，安全第一。小心啊，你们慢点上啊。看这边的海浪，这就是无风三尺浪。没准前头还有呢，没准前头还有大海参等着咱们呢。这个路就很难走了，小心啊，掉下去都没人知道啊。我这个前面就是这个洞，但是现在是因为涨潮的原因走不过去，太危险了。现在这个浪也比较大，你这边如果你趟着水过去走到洞口了，不知道这个水有多深，如果一个浪打过来你站不稳的话，直接就会被卷到海里了。所以这个今天这个找宝藏这个活动不行，要取消了，因为这个实在是太危险了。你看退的时候，你看能看到石头，那边其实可以踩，也如果要走到那儿就可以走进去。但是就这块，我手指这块不知道有多深，你从上边过也过不去。但是能看到，看对面那个石头上是好像有纸杯啊、纸碗啊，也是人家野餐啊，还是什么贝壳留的。找找看看有没有海参。没有，这边没有。啊，海参都在那边。没有，没有带鞋。有鞋的话，其实可以走到山顶上去看看。很遗憾。看现在这边这个潮一波。啊，可以过了是吗？以前啊。现在松鼠说以前是可以过去的，现在涨潮了过不去，没办法，我们就只能走吧，咱们回吧，慢慢走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这个地儿我也得跟你们说一下啊，这个地儿真的也很危险。我是这个松鼠是我很好的朋友，就跟卢总一样，我们都认识很多年了，他从小就经常上这个岛，他说他小时候上这个岛一次就可以去捡三四百只鲍鱼。
你得有人带着你，没有人带着你千万不要涉水，因为你在这边真的你掉下去都没人知道。而且你看我这个捡了一双拖鞋，我本身那个拖鞋太滑了。孩子，孩子，好了，好啊，可以，能过吗这条路？他带着我上山了，又不走寻常路，不是走来时的路回。现在你知道他绰号为什么叫松鼠了吧？小心啊，能上山能上树。这个不行，这个太陡了，老规矩，我把这个就关掉了。现在两边都是海了，我们这就算已经爬到底儿了，真棒！你现在你看，松鼠光着脚，我这个捡的鞋一样一只，松鼠是真棒。哎呀，没有路，就这么着就走上来了。咱们现在翻过去就是咱们停船的那边是吧？下去还要再往那边绕。OK。现在我看几点？啊，1:10。咱们是大概12:20出来的。咱们几点要回去？几点潮水？不是看要看潮水吗？潮水是4-5点就干了。对啊，在4-5点之前再回。对啊，那咱们先回吧，要不然潮水退了咱回不去了。今儿还得住这儿。你要走那个泥浆的地。哦，要走泥浆的地，走这个地。我们俩成功的翻越了这个葫芦岛的这个小葫芦背儿，这个小葫芦，因为我们是刚才走的时候是从俩葫芦中间那儿绕过去的，然后回来就走的捷径，直接翻过了这座山，就又到了海这边，这有渔船，这边对面就可以看到槟城，基本上就算安全下山了。很遗憾没有进到那个洞里，因为潮水的原因，下次如果有机会再去了，下次就是一定要带着登山鞋。这个后边这个底儿就是那个葫芦那个底座那个高的那个山坡，其实这都不算山，就是一小山包，不是很高啊，都能看见我们的船了。那边高，那边很高、啊，那边高。哎呀，这个没有多高，有鞋，我就肯定可以走上去。就是关键就是你没有鞋，那这里还不高啊，第三力比较高啊，这个小力的吧，小力的是中力，大力大力比较高啊。看，我捡着一个什么海螺啊，对，到这边都滑了，螺丝太小了，放回大海了。啊，这好多螺丝，这好多海螺，小的，这石头上全是。我看你没海参。啊，没事儿，开玩笑的。有，这边水还是比较清哈，比那边要清。你看这边就是有一些能见度，小心啊，小心。这松鼠胆儿大。没有，算了，咱们回去烤肉了。今天这个行程我很满意，非常满意。就只不过就其实路上还有一些更好的风景，但是你不可能老举着这个，你没法拍，保持不了平衡。你安全第一嘛，就只能舍弃一些沿途的风光。这边就没有什么风浪，风浪都在那边呢，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这边呢，如果潮水退了，你就看得到海参。哦，退潮的时候。对，退潮的时候看到。它下面那边有一截是沙的。哦。
张桥分道。现在这小桥本身也是看不到。又差点儿，又差点摔了。你们明春节你们最惨了。对啊，最近爬山老是摔，不过好在今天上山下山时候没摔，这要摔一个就全湿了。这挺紧张的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对，一定要一步一步的走。哇，这边很多海螺啊！这个这是捡捡，这够炒一盘的。这很肥啊，对啊，很多呀。没有时间捡，谁愿意捡？上这儿捡了，真是太多了。是，很多，这没人抓，满根。对。对呀，这好家伙的。对。真的很多。退潮更多。啊，退潮的时候更多。那下次就得带着帐篷上这儿露营来哈，这还能赶上退潮。不行，这个太滑了，我得把这个鞋脱了。不。把鞋脱了吧，这鞋子不要了，你是在前面的啊？啊，你是在前面的。不是，我怕万一有地儿扎脚，还是。慢慢来。滑呀！慢慢来。很滑，你也要小心。对呀、啊，它好像就那个被那个海螺吸过，它有那个粘液似的。不是了，那不是海螺的泥，那个青皮呀、啊。没事，我自己慢慢来，可以的。哎呦，你说我这脚趾抽筋儿。你看现在安全了啊。有意思，哇、哦！给你们看看啊，这个真的我是今天是不想，我们因为带着肉来了，你看看，这要炒一盘下酒，这边全是还小海螺，尝尝羊肉，你也不吃吗？不吃。他不吃羊肉，那没办法。那没办法了。尝一下呗。人家不吃，你让人尝。我也不吃，我早上吃的很多。我喝一口酒，吃两根肉。因为这个黑血就是很高。哦。黑血。有点咸啊，你先少放。你身上的好东西，没有辣椒面。船长去喂猴子去了。他看见我爬，我直接他来游。来了，下来了。到来喽。来了。下次。哪来喽？我解解了，我解了都。他那沙的，这龟头海龙啊。不了，不追，这条街，你买追，一解个了喂，说买海，这条街不海就走。他真的。啊。你看。真是的，他谁给他们放到这儿啊？你放那点猪吃一点吗？放那个馍一家叫，好吃吧？不，不那个放那来，你大量点，大量来的。这猴饿坏了。你不能有这样的环境。拿走了。那就当当自然。现在是2:30了，我们要赶上退潮之前出去下网，捞一网鱼。看看会有什么鱼。
船长说了，他很厉害，他能看到哪儿有鱼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嘿嘿嘿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哎，小哥们，我三几公斤？叔叔，你多大了？啊，多大了？61。61呀！啊！哎呦，我天哪！不像，你身体真好。我们把剩的饭都喂了猴子了，猴子在跟我们挥手告别的。拜拜，猴子。来了，又都下来了。对呀、啊，下来点排队的，列队的。二锅头拿了吧，别把酒落在这儿。一会儿猴子全部都喝醉了。哎，那酒放在哪？酒拿了没有？忘记了。你看那个箱子里有就拿了。来喽。没有就留点了。我清气啊！我讲，我勒爹爹！这些船，这都应该是钓鱼的。我们就不费那劲了。钓鱼太麻烦，看看这个船上全部都是网，我们直接就下网了。正好看看，这个是拉网是吧？没有，那要下网再下啥？哦，就是粘网是吧？啊，要放。啊，就放在这儿，然后我们围着岛转一圈，30分钟以后回来再收网。那个鱼撞在网上，它缠上了，它就走不了了。现在是出来以后突然就起风了，就是浪很大，有风。船长要靠他的经验来判断哪会有鱼。你那个网下以后才就是没有鱼是浪，才会能找到鱼。要围着这个岛转一圈看看，有合适的机会就下网，没有合适的就围上吧。这么多网放下去，没有鱼，你要再收也很麻烦，放也很麻烦，收也很麻烦。抓魔鬼鱼，因为它那个孔大，对对对。到这个岛外的浪就很大，很大很大。他说那个是你朋友是吗？对呀、啊。只要你出这个岛，这个浪立马就会很大。看，波涛汹涌啊！山洞在这边。下次有机会，没事。对，安全最重要嘛。对，我们现在已经回来喽，安全回到冰岛上。退潮了哈。退潮了，他们的船就不能靠到边上了。